无论时代变，人物风景都改变，人情味依旧不变。三年前的剧集《巨轮》为观众送上温情、亲情、友情。三年后，《巨轮二》再度回归，延续罗顺基的故事。今次萧正楠、田瑞妮、陈展鹏、钟嘉欣等，其中 Edwin、詹 Pan 同埋刘江老师三父子一聚头，已经有事发生。咁啊，至於今次呢場戲咧，就係、是、講有火燭啦，因為羅信基又俾人搞啦間公司，咁啊，我哋就要入嚟救人啦。咁啊，預備嘅功夫咧當然有啦，你睇下，俾大家睇下啦，有火嘅嘢梗係小心啲啦嚇，隨身攜帶一道符，呢道符咧。總之就好嘢啦！啊，今晚呢場戲就會同阿哥一齊去救阿爸啦，因為阿爸喺個倉裏邊咧，俾啲貨擲住咗，同埋個倉著咗火，火燭緊嘅。咁今日會同阿哥一齊嚟救阿爸啦。做足安全措施咋，但係現場火勢令到空間温度急升。Edwin 佢哋三父子事前為免灼傷手腳頸，都查曬防火嘅用品。正式埋位前，大家都谈笑风生，神情轻松。但系一埋位，三位即时入戏 ，Edwin 同埋詹 Pan 拼死冲入火场拯救爸爸。正系睇呢一幕爆破戏，已经令人非常期待《巨轮二》嘅剧情发展。不过一班旧拍档重聚，角色上嘅遭遇将会为各人带嚟新挑战。這個巨輪今次不知道又會轉出什麼新轉機呢？